可是他不一定会走这里。你就要赌他会走你那个地方。危机的时候应该是会走这里。小心外面了，小心外面了！你外面哦。吓死人！哎呦，你是要放枯光还是放味道士？你身上还有什么光？我都有，我枯光味道士，味道士走一只。 换魔者你不是也有？哦，不要换魔者一只，换魔者一只，然后枯工，然后蜘蛛。哦，我觉得这边要先放枯工吧。不，至少枯工要有。嗯，就是你史莱姆后退这里应该有一些枯工会比较好。这样的话，等一下逃脱方向就要改变了。嗯，因为你这里没有东西就，怎么不动哎，团团。 他就没办法克制他，团团卡在那边了，不敢动啊！哎呀哎呀！现在就是看谁撑得久啦，坚持站，坚持站，多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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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护工其实不要放太多，不要让他们误打，不要走那边，不要走那边，让他自己走，看团团怎么走，看他走，对啊，哇哇，杰克，杰克，杰克。 没有没有，哇！杰克被烧死了，我被剑符盒打到。你怎么会死啊？完全不觉得你会稳住哎、欸。<笑>我刚完全没看到那个剑符盒的那个。你是走哪里？我还在里面啊。你在里面就被打到。对啊，我被剑符盒的东西打到。<笑>上天要他。哎呦！哎呀！ 金探子跟火猎人神的那个合作完美搭配，他怎么死的？他是刚刚好在躲在你们墙角嘛，可是有个金探子从上面钻进去打到杰克，这我完全没看到那金探子啊！对，然后猎人神在干掉他，是不是？对，逃不掉，逃不掉！哎，果然之后有，相信你，做我的帮你，这个时候就靠你自己。 最后永放剑符盒是对的啦！哎呀，对，所以你有在侧边放是不是？我原本是想说要在黑曜石底下放一个剑符盒，然后想说你们挖开黑曜石就会看到剑符盒就会攻击，就没想到剑符盒飞走，飞到上面，命运的安排啊，命运，真的。可是你们先死有天眼兵，反而去看到那个小房间，对不对？嗯，小房间，嗯。 哈基不是补满血，不是回血吗？哦，不是，他那个是召唤兔子的吧？召唤兔子好像在那个残骸那边有捡到一些钥匙的样子。啊啊！所以那兔子反而是召唤出来的。不知道哎，因为哈基不是说在那边捡到药水吗？对，他在召唤凋零王的时候，好像原地会掉药水。啊，那边不是有原本有个你们之前说是有那个啊掉那个杀手兔。 对啊，有杀手兔啊！对，有杀手兔的确有。跳过来嘛，可是后来我们逃走之后，旁边我们发现地板有四瓶药水。对啊，超神奇的。然后我们就喝了药水啊。等于是帮我们。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在地底有那个小房间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去地底房间，没有。二零有去房间，之前有时候会炸死，我们就不敢去，因为我们没天眼兵。20好像有去尝试玩拉杆，就是了。 哇，好敢哦！没反应啊！<笑>所以原来之前没有测试到的是，虽然会有杀手兔，但同时也有治疗药水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地板一堆，应该是那个啦，不然我也不知道从哪边蹦出来，为什么会有四瓶药水的，就莫名其妙有四瓶药水，那也没有，一定是那个啊，也只有那个。对啊，嗯，哎，我觉得可能要新增一个规则，就是如果。 最后出不来，大家如果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卡在墙角的话，那就平手啦，两边都卡墙角的话，可是要看如果持续很久啦，要看持续多久。你看像刚刚团团他就放出来就可以啦。嗯，我们那一回合我们也放了一些让20死，20对不对？已经虚拟的完毕的猎人神，嗯，好猛哦。 就如果真的都僵持住，双方选手可以说是否都觉得没辙了，我们就平手。但刚刚很显然还可以。对，刚刚你们是没有挖钻石啊？哎呀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那个真的是意料之外啊！你这太扯了！你这真的是地。
倒霉鬼耶！完了，今天该不会洗不清了吧？洗不清了，大好优势，然后一个一个那个，直接就把我们全部都收光，然后只剩他。下一场，下一场，下一场，再来抽抽。嗯。二零克先好不好？你从二零抽上来，从下面，红色回来了。有红色吗？有啊，有啊。我怎么没看到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红色。你怎么了？我也没看到。啊啊啊！我也没看到。好，换杰瑞了，左。没有没有，我看他喷出来。哎，没看他喷出来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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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记。不会红的吧？哦、有啊，蓝的。哎，红的耶！得喽，耶！你说离开水神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们怎么会这样说？我们是因为换上哈记，我们很开心。我们这边就可以水果加上巧克力。好好吃，开台不是这样，要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来来来来来来 TNT 啊，来来来 TNT 跟岩浆啦，我一开始就做打火机，先烧先烧了，随机地图哦，哇这张马龙龙，哇这张哦这张杰克东西，哎这这个有这个真的有西瓜哎。这个心理学不要再心理学啦，不要再西瓜啦，这个有啦，好像有哎，有，确定上面有不好的回忆，好像在边边还有南瓜，哎，西瓜那不是重点吗？你想要的是血池吗？嗯，好，分开分开，可我要阿基云，请下去喽。我不要，厕所一下，属于他的胜利吗？好哦，好哦，好哦。抢团团去尿尿了，快抢他！开始大家一起抢物资。团团去尿尿了，快骂他！哦，团团哦，团团哦，就要直接先开始再去尿啊！对啊，没差，前面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哦，又要再一次、去敲他房门，完哦，你拉屎哦！大家鞋子里面藏香菜啦。都有厕所吗？嗯，没有。二楼一间，三楼一间，四楼一间，都各一间。啊，那影院，影院也一间啊，一楼一间。我是套房哦，所以谁没有？应该这样问。应该说四楼是共用。嗯，哦，所以四楼是两间雅房，团团跟杰瑞。三楼一楼是套房。哦，啊，便便完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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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便便完了，团团哦，喜欢用便便战法，对啊，死盾，来来，先赶快打木头 ，go go go， 木头在墙壁，木头在墙壁，你去拿，你去拿，我去拿后面的东西 ，OK OK， 我苦力怕哦，好，你打墙壁喽。这一场我记得下面好像蛮多洞窟的，有很多铁啊，赶快要记得下去处理一下。嗯，可是那边要有水桶会比较好，我记得那时候就被烧死了。对，下面好像有岩浆哦。你说烽火台下面吗？嗯，真的有东西哦。有，好哦，还一点小时间。对，我拿了这个东西。有三颗石头吗？我只有三颗，通通给你。好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那我先，还是做个稿子好了。合成台我打。好。打不掉，打不掉，打不掉，打不掉。哦，合成台。满地西瓜，满地西瓜。我也有。有合成台，我放出来。OK。来，先做一次稿。我帮你吸光光。我帮你吸光光。完了。完了完了！因为我有辨识石头的障碍，石头出来了，石头跟砾石分不出来了吗？不是，它还有另一个，另外两个石头啊，石砖跟安山岩啊。哦，你的材质包没有是不是？没有，这很不好辨别。哦，我想这里它都是鹅卵石，所以应该直接挖鹅卵石就好了。16个骷髅。
哦哦，骷髅还不错哦。刚才要不要现在放一放？现在放会烧起来啊！哦、你要放在天，放在那个塔的里面。嗯，而且现在保护区还比较久。对啊。你不要因为丢了那些东西就失去理智了，这是他们的阴谋。哎呦，哎，要准备下去挖铁啊，去烧那个了。这边会跳药效果。嗯。跳药效果的话是什么放什么？很烂。时间喽。哎呦哎呦！哎，古力特，还有西瓜，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。在左边的，左上，左上，上是吗？你有方块吗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上去。好，交给云月。我们继续砍木头。那我们也顺便看前面，说明其实不是那里哦，是那里。好。很多 TNT 矿车，交给哈基啊！铁轨 ，TNT 矿车，你们要把 TNT 矿车变成 TNT 吗？还是就给他矿车？看哈基，看哈基啊！我这场可以大不完的摆正的吗？交给你们。我想玩药水，有药水吗？对啊，既然都要给我这么多西瓜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当然是要玩一下药水啊。那你只有治疗药水吧、那個？对啊。好吧。就是当个补师这样子。可以啊，来来来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啊，药水不是没有什么好的。太多太多。没关系，你慢慢用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有看到箱子，哎、欸，我们正常有开箱子吗？有拿到拿到，你先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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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，来了来了，是啥？神秘的莎莎，这里有箱子，他们把矿车放回去了，TNT 拿走矿车放回去，哎，哈基你要的，药水吗？好好好，对，哇哦，全部都交给你了，来，继续，我们还是需要有那个啦。小准备一下，水桶会比较好，不然往下挖都好可怕哦，好可怕、啊！我这边我记得刚才挖一条路啊，这边还是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，收，给你，矿车不要了，矿车不要了，然后挖路就会有两种想法，就是想说这样也会帮他们挖，要堵起来啊，反正这地板那么看不出来。啊！我要往下，我往下去找。哎、欸，这一次拿到了吗？对，就药水、啊，药水了。OK。哎，其实我有想法，你那个中毒自流嘛，我叠很高，然后最后一秒扔出去。可是他们有那个啊，你一定的高度就不能叠啦、啊。就一定的高度之后，然后就往下扔啊。哦、他们应该就是在这一秒的时候，应该就是会有时间差。还可以搭配红石做一些延迟装置。嗯，可以试试看。挖到矿坑了，先煤炭。时间到了，那我就早就把这个洞往下挖了。好着急眼了，挖爆了一个铲子。没事没事，哎呦，有窟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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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呜呜！一个跑跳，还射不到。哎呦！没事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们都在后面了。戒符棒跟中剑蛮太好了。药水，药水你还可以继续拿，他们没有玩。太好热。哎、欸，